could be a dream. Life could be a dream. 下一则新闻是今天下午进行的中原总决赛，大家都在观看着、等待着这一个激动的时刻的到来。啊，这位选手他已经走好准备了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活动，两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棵树。